防疫物资，因为疫情扩散，防疫物资比较紧张。我们瓯海区委区政府呢，就决定，生产防护服。然后呢，就是在八号吧，我们就开了这个会议啊，叫我丑鸭，还有一个叫曾景服饰，我们两家企业联合一起生产防护服，进行自救。